那你们就不能，哎，你到时候千万不要给我放到那个什么，因为我现在是因为赶时间哈，要一个一个拿。可能我做完这个以后，我可能就要转过来了，好累哦。对，好，这样我的脑力耗损太多了。好，就分，从最大的开始分，所以是怎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百，对不对？没办法分，所以我们先放到这里，要换十个。十个对不对？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啊，转过来。好，这边一个百，对不对？放进来，所以啊，要开始分喽。一个十换，真的昏了，所以等一下这个十先不要放进去哈，可以放在下面这里，昏倒了。如果你前面没有日常生活的操练的话，你看他现在哪有那个耐心啊，对不对？分喽，分。